我说这个是假鸡蛋，你们先不相信，接下来我们再捅破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哇，蛋黄出来了，香不香？香不香？真的哦，觉得香的朋友给个赞哦。这是我自制的，先用一个勺子下水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小蛋黄。做两个，挤上蛋白，然后把我们做好的蛋黄放到里面，封印起来，下水，轻轻的晃动，它就会出来一个假鸡蛋。觉得像的朋友双击保存吧。